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会和大家一起来组装一款作品，会用到之前分享过的花型以及一个新的小配花，名字叫做天蓝绣球。那下周呢，就是我们的春节了，虎年呢也即将到来，在这里逢凤祝大家虎年大吉，逢虎年办虎事，做虎人走虎运。那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这一期的课程吧。那模具的这一块呢，我详细的和大家讲一下。我们有两个方法是用巧克力给它上色，一个是使用白巧克力用刷子给它上上任何你想要的颜色。那还有一个方法呢，就是我们直接把你想要的颜色放在融化了的巧克力里边，这样的话模具出来就直接就是你想要的颜色。